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看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的，来玩这款《暗影忍者武士》。好，横版的动作游戏吧，试试看。我来看一下它的游戏标签，游戏标签就动作闯关冒险。暗黑风格横版动作闯关游戏。好，我们这边剧情可能可以跳过吧，跳过吧。这种就是那种剪纸的那种剪影的那种风格啊，那你就有点像什么东西啊？左右是不是？我来设一下那个热键。我们这边可以跳，点两下二连跳。哼！我们怎么攻击啊？我这只是背景而已，我以为是有敌人呢。哼！好，我现在是用那个键盘跟滑鼠在点。好，手里剑。哦，这边。哇哇哇！这样我要用摇杆啦，那我来用一下摇杆好不好？来设定一下摇杆好，不然不好弄，不好弄。好，我来设定一下哦。好，我设定一下摇杆。OK OK。动作游戏啦，动作游戏最好是用摇杆玩会好一点。你即便你是手机玩的话。也可以用摇杆，你自己设定一下。好，这边有一个大招，是不是一个途径技？哦，不是大招，一个途径技，一样，我再设定一下。这个我就想一下好了。没有看到一些数字键嘛？我刚设的。好，这样子。我是属于远程输出欸。有，这什么东西？一个那个中继点吗？哦，这会中毒欸。哦，我的血在这里，现在掉了一格，是不是生命一条命吗？这边有匕首，什么什么密室？哦，这边有一个匕首，还有密室，吃了不知道什么东西。然后伪装自己，使用合理使用便可以来无影去无踪。这个是不是变成这个筒子？天哪，变成筒子！好，我一样设一下热键。变成筒子可以干嘛？变筒子，然后嘞？变筒子有什么好处啊？我剩一条血，我死掉会怎样？因为毕竟还在教学嘛。好，护盾，有物理陷阱哦，像这个中毒是不是？我的，真的呢，可以挡一下，可以挡多久不知道。啊，死掉了。好，从中继点出发。想说测试一下，哎呀，我没有那个护盾啊。这是中继点吧，当然储存点。反正我们在教学啊，我觉得整个确实有那种武士的风格，有点日本武士，有点日本忍者的风格。该怎么说，就是有那种风格啊，古代的那种风格。那个卷轴是干嘛的啊？呦呦，这招不错哦 ！CD 时间，变这可以移动哦，变这筒子可以移动，暂时伪装一下。好，这个是那个日本的那个寺庙外面都有这个嘛？这个突然想不起来这叫什么？哦，鸟居，
日本寺庙外面都有这个鸟居啊，鸟居就是外面是人界，里面是神界。好，玩到目前为止还可以耶，这个游戏2月18日下午16点上线试玩。好，一个暗黑风格的横版闯关游戏啊，好像还不错哦。我来把我的按键给隐藏一下。这边要干嘛？选这个看广告是不是？啊，不看会怎样？这边是道场升级，应该是升级我们的属性吧？对啊，升级我们的属性这样子，技能的那个一些东西吧，暴击率、冷却 CD 时间、复活次数。不看广告就离开。这个首页有点简陋啊，有点简陋。音乐开退出，感觉是那种小作坊吧，就是小型的工作室做的游戏，小游戏大家都长这样啊，是不是？哦，它是这个游戏是代理国外的游戏哦，哦，陆服然后代理国外的游戏，看起来是这样，所以这应该是国外的游戏，搞不好 Play 商店上面找得到啊。只是说游戏名字不知道对不对啊，可能有换过吧。反正这款游戏我是没玩过啊。好，哟，那什么东西？这桶子有金币耶！这个会不会刺人？会刺人啊！哼，因为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怀疑它好像会刺人的感觉。就是有时候不知道那个，哎呦！你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建筑物还是只是陷阱，第一次都不知道，还是得尝试一下。哇，陷阱出来了！哇噜，天哪！哎，怎么办？啊啊！复活一次要3000啊！看广告啊！什么鬼啊！我不要啊！主菜单就是你如果要复活的话，可以从那个中继点开始吧。我只有那个一条命，然后三排血而已啊。这个卷轴不知道干嘛的、欸，这个、啊、吃到一张，还有金币，我现在有800多而已啊。我玩这种游戏容易头晕的、欸，因为它的画面就是你移动的时候它会晃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容易头晕，它好像有两条血，这里一定要冲。哼，哎，那如果那个剑，我们可以直接走过去吧？是不是？我的意思是这样，我可以直接走过来。哦，走下面没事啊，那个上面那个绿那个会刺到人啊。哼，这个游戏大部分应该都是陷阱吧，就是怪好像目前为止都没有很强。灵兽可以获得生命之球或护盾，这个是不是？这样是不是？哦，我有护盾了。护盾我不知道能撑多久、欸，是可以挡一下吗？还是挡一阵子而已？挡一阵子而已，看起来只有挡一阵子。就变成筒子，我觉得变成筒子没什么用。这个要抓紧那个 timing 射他。哟，又喷毒，又喷毒了。这是那个会刺人的吧？是不是？跳。好，感觉应该差不多了，应该要过了吧？
毕竟只有第二关了。好，鸟居过。 OK， 大概是这样的一款暗影系列的这种横版的这种闯关游戏。哦，那你要强化的话，这边可以强化，需要金币跟那个钻石。钻石在的话，在关卡里面还是拿得到。然后就是看广告拿金币拿钻石哦，只要你愿意看广告，还是可以的。好，这边是强化的地方，嗯，玩法就很简单，就是这样而已，首页也很简陋，超级简陋。 然后我是下海快报版本，把它需要认证一下，就这样而已，没有什么账号。然后设定也是就这样而已。好，我就先试玩到这边吧，算是一款小游戏，动作小游戏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